这是伫金门下埔社的海边。我一个朋友，伊伫遮有一个私人的马场，叫做威风海炼乔安牧场。迄几粒啊，摕啦。哎，这是安怎？这是受伤个？受伤吗？哎，迄个烫伤。烫伤哦。哦。啊，那个用好就对啦。哎，这个受伤呢，这买当用岩石点的，这买当用。买也买当用哦。对啊。这个马场的主人，你啥要开这个？马场哦。啊，我是到二十几当前哦，迄阵僵直性脊椎炎，啊，脊椎无好，哎，啊去看真侪大医院的迄个骨科啊，是，他都建议说，啊，用那个骑马、步健或者游泳，啊，所以我就跟渔夫啊，到台北汉诺威啊学骑马，哦，啊，骑出了兴趣啊，啊，所以就买了两匹马开始啊，哎，来养。他现在养了18年了，也骑了18年了，觉得骑马运动真的对脊椎非常好，五脏六腑的按摩也非常棒。好，阿金嘛，目前有十家了啊。哎、欸。伊是为着要复健才来学骑马，啊，无想到这一骑啊，就骑了18年，刷咧呢，佮做一个真大个马场出来。你踮这海边开这個，安尼骑，踮那骑马有啥物爽？有啊，海边啊，这个沙滩超4-5公里吼、哦。拢你的。哇，哎，这夕阳吼最美。哎、欸。啊，所以见拜吼、哦，渔夫如果来金门啊，我就陪他在，夕阳美好的这个沙滩啊，底下骑马。所以夕阳也是你的啦，哦，欸、沙滩也是你的啦，对对 对, 對, 對、哦，非常富有，非常富有。黄昏的时阵，伫只骑马，徛伫个沙山顶悬，实在是非常爽的代志。即马当咧陪马，啊，都爱家己个缰绳拢家套好势，安尼才会使。领导哦，帅哦，骑马也真赞，真好运动。啊，苍蝇会干扰他的情绪啊。哦。喷一下香茅油哦，对，驱蚊蝇。哦。所以哦，养马、骑马都是一门很专业的学问。对。啊，不过普通人来这就骑，负责骑就好啊，嘛唔免做这。是啊，是啊，是啊。现在要来马场里面把马骑给他咻咻咻。可以在海边骑马运动，实在是使人非常的兴奋啊。